再次来到文成 Lucy 的专栏频道。这次啊，好姐妹鹅鹅来上海出差，难得的周末当然要 hang out 一下啦。我打开当初鹅鹅推荐我很好用的上海吃喝玩乐公众号，叫做上海 Wow， 没错，就是这个。这个是一个专门在介绍魔都吃喝玩乐的一个公众号平台。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趁机扫一下这个 QR code。Anyway， 他的你可以从他的真人启示当中就可以看出来，他们就像是一个集结并且统整、分门别类了很多部落客的一些图文并茂的介绍文章，然后把它整理好，然后来跟你分享上海的好吃、好喝、好玩。就像这样，例如说像这边可以看到，他这边有写到说万滩惊见泰国皇室钟爱的艺术餐厅。然后或者是说明年音乐最火红的一个摇滚天团要来开唱，全国只有一场，类似像这样。或者呢还有像说最近正好要过 Christmas 嘛，他就会讲到说魔都这些时髦又大牌的圣诞树全都上线啦，类似像这样。他每天会有一则到两则左右的一些推播，然后做一些 question。 所以对我来讲的话，就真的是上海吃喝玩乐周末的一个必备品。像这个公众号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是可以互动的。举例来讲，你可以看它下面的 button， 比如说你就可以直接单选，说是美食的科学，还是酒吧的文化娱乐的，或是美容的。那甚至还有像那个夜店的啊，或是一些午餐的，像这样的它都可以分门别类。所以我的感觉就比较像是它很像是把 TripleW 的一个官网，然后把它变成是mobile 可以手机可以互动的一个模式。也就是说基本上它就是跟 Line It 有点像，但是 however 就是它的那个功能还有一些互动的一些界面其实都做得非常非常的优化，而且非常的 user friendly。 好，是不是我们回归正题？没错，我们就找到了这篇文章，所谓在满溢年华的小红楼当一篇优雅的上海熟人。哇哩嘞，我觉得这个主题就是太适合身为美少女的我跟鹅鹅了，是不是？然后你看在这边，在这里讲说在复古典雅的环境中，然后随便一拍就如诗如画的美照，没错，这实在是太适合我们了。然后你看他这里头整个的一个介绍是不是非常的就是完整，而且你看这边还有什么双人特惠的这个午餐和下午茶。然后这边有想到说如果呢出示本篇微信文章就可以享双人套餐66折， perfect。 所以说我们就沿着梧桐树的林荫大道一起出发吧。小红楼就藏身于在徐家汇公园内，而徐家汇公园就是在前两集有介绍到的徐汇区徐家汇商圈的五字大路口旁，在昆山路、赵家浜路还有宛平路之间，面积为8.47公顷，约三分之一个大安森林公园这样的大小。那公园是建立在2000年的，那保留了从前的历史建筑物，包含了橡胶厂烟囱还有唱片厂的办公室，传承了历史记忆。那原址是建立于这个公园原址是建立于在1926年上海大中华橡胶厂，因此在公园的西南角有个纪念烟囱。另外呢在是上海百代唱片公司则是建立在1921年，那最初是英商百代公司的别墅，那因此又称百代小楼，那后来作为原中国唱片厂的录音楼，那这也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的小红楼啦。在小红楼里面还可以看到许多当时唱片业的一些老照片、老文物，而如今的小红楼则变身为一间融合地中海料理的西餐厅。那它的2、3楼则是可以提供商务会议、办 party 啊、聚会啊等租借的使用。至于餐点的部分呢，个人是觉得不错吃啦，是有一定的水平的。那当然最后呢，在上海吃完饭当然就是扫码付钱啦，不然要干嘛嘞？你说是呗？我觉得有趣的是啊，它的名字因为正好跟我们西门町的小红楼名字一样，但却各自承载着不同的历史故事，不过共同的是都是传承历史与现代的重要文化资产。我们下次见啦。